这也没有，这个狗东西会去哪儿呢？哼，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。他一定是去找龙姑娘了。走。你想到？ 能和你死在一起，我全都不怕了。可是，点天灯很疼的。嗯，不过因为有桐油，燃烧的会很快。 放心吧，侄儿，能和你死在一起。 我也是，坚贞，这样我们就会永远、永远、永远的在一起了，永远在一起。 小龙姑娘，别怕，是你辫子哥。嘿嘿嘿，哎呀，小小年纪就给点了天灯，多可惜呀！你辫子哥让你享受享受再说，嗯。
来的正合适，你们家仇人穆剑臣和周家大小姐跑了，快跟我一块去抓。慢，电子哥，哎，我听说总头人给了你十两黄金，还欠你十两呢。哎呀，桂英妹子，别听他们瞎说，我都是为了桂英妹子才答应总头人的，黄金和桂英妹子比算个屁呀，啊，呸呸，为了我，那这么说我得谢谢你呗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桂英妹子，说实话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干什么都行。为了跟我在一起，你就跟共产党出卖了我的夫君，你的结拜兄弟吗？又怎么样？你癫子哥敢做敢当，他本来就配不上你。你就是我陈六祖的，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就不让他活着下银殿山，就是我干的。怎么样？好啊，你还真是敢做敢当啊。好，那我就把你点了天灯，替我夫君招魂。上。你等等，潘桂英，我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，现在我是在帮你追你家的仇人，你来帮我？少废话，给我捆上。是。先收了你吧。我们俩有缘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儿就跟你电子哥入洞房吧。狗东西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别放过我，桂英妹子，千万别放过我。方向，一组留在原地，剩下的跟我走。属下带路。好。阿小八，麻烦你把小龙先送下山，我回去找盘寨主他们。老乡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和穆大夫一起啊。蛋！
啊！鬼婴妹子，陈癫子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是畜生吗？我还怀着孕呢，你就不怕老天毙了你吗？鬼婴妹子，天算不容人算，嘿嘿，你这个畜生，天作被，地当床，咱们两个入洞房了，放开我！说过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
孟主怎么样了？孟主怎么样了？韩寨主身体素质很好，孩子应该没有大碍，但是需要再观察24个小时，应该能够保得住。看来这个小孩子很结实。穆医生，过来坐。 孟医生，请笑纳。总头人，这个就免了吧。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本分。哦，再加适量。黄金只对陈癫子那种人才有用，我们不稀罕。放肆！小龙，我还就放肆了。总头人，一个父亲。 究竟要狠心到什么程度，才会跟陈癫子那种人纠结在一起，去破坏女儿的幸福？住口！休要胡说！我说错了吗？现在您心里满意了？女儿的丈夫没有了，孩子留掉了一个，这个也才堪堪保得住。大小姐，我看你是搞错了吧？明明是你们共产党解放军杀了铜头落寨主，这笔账。 怎么还算到我们总头人头上去了？这是两码事儿。现在是新中国，不再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，再搞杀人越货、打砸抢烧的事情，就是与人民为敌。共产党和解放军第一个不答应，而但凡是能够认清形势，不再危害人民，不再与共产党和解放军为敌。 我们都欢迎，当然，这也包括特派员先生你。那然后呢？让我也落得跟周培龙一样的下场吗？钟先生真是健忘，好像刚刚是你亲手了结了杀害周公的凶手，他跟共产党可是一丝关系都没有吧？穆医生。 这孩子真能保得住吗？总头人别担心，孩子应该能够保得住，只是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啊，不要再当土匪了。长大之后，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你说呢？好了，别的先不说，现在您的身体啊才是头等大事儿。我劝您赶快去军分区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之前我跟您说过，如果您实在不愿意下山。 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，让他们上山来给您看病，怎么样？总头人，这件事您可要慎重，千万不要随便下山，更不能轻易让这些共产党解放军到咱们山寨来。总头人，刚才您也看见了，陶排长把盘寨主还有我们送进山寨，并没有趁机进入山寨，而是主动退到了山寨以外，对吗？也许你们觉得。 是时机还不成熟。穆医生，你和龙姑娘都受了伤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总头人。嗯，请。请吗？请。您留步。好。 是我没照顾好孟珠姐，您责罚我。起来吧，你也不想这样。下去吧。总头人，那您的寿宴还办不办了？孟珠现在这样，我哪还有心情办我的寿宴呢？我理解。 您也不用太自责。其实我知道，您的初衷都是为了孟珠姐好，而且您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在乎她的。要是这个孩子保不住，我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您放心吧，刚才那个医生不是说了吗？ 孩子不会有问题的。倒是寿宴的事儿。
您的寿宴是咱们石牌寨的大喜事儿，年年都办，这突然今年不办了，我怕那些山民都会人心惶惶，也不利于咱们石牌寨的运势。我倒觉得您不妨一办，这办了就当是给我孟珠姐冲冲喜吧，您觉得呢？好，那就办吧。要把陶排长请过来，也趁这个机会感谢一下人家。这个，总头人，石牌寨家大业大，来的都是客。我明白，只是我实在是怕这些共产党解放军打咱们石牌寨的主意。灵儿啊，只要你愿意踏踏实实的跟孟珠过日子，不再为你的什么党打打杀杀的，石牌寨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，有我在，没有人会难为你。更何况刚才穆医生也说了，共产党也欢迎你。灵儿知道了。好，那我陪孟珠多待一会儿。老狐狸，你是想脚踏两只船？应该是我张罗的事情，现在反而让你代劳了，你就让我张罗吧。我现在就算是想给自己的爸爸张罗生日，也没这个机会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，再也见不到自己的。好啦，大小姐，来检查一下吧。你呀，少来，以后你就管我叫桂英姐，叫别的我不答应。好嘞，桂英姐。怎么今天只来了双喜一个人？七彩呢？你们俩平时不都是娇不离梦，梦不离娇的吗？去给夫人打点眼位补身子去了。那你怎么不去啊？我去过了，今天是轮到她去。有，这小心点。来吧，
一事一到，开始吧。再等等穆剑臣和龙指纹吧，他们都是石牌寨的恩人，不能怠慢的。而且林儿还没来，已经等了半天了，再过及时，诸事不利。哦，阿爸，要不然我们先开始吧。 穆医生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情，所以才会不来。我知道他们，只要对我们山寨好，他们不会挑我们的理。嗯，玉林哥是咱们石牌寨的人，他更不会挑理的。好，开始吧。吉时已到，寿宴开始。 祝总头人福如东海，长流水，寿比南山，不老松。现在，我来给大家变个魔术。 总头人，各位族人，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，跟我的孟主姐求婚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爱她，这辈子都一心一意的对待她，下辈子也是一样。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来给我做个证，如果我钟玉林做不到。 任何人都可以惩罚我。嫁给他！孟竹姐，嫁给我吧。玉林弟，我们还像小时候一样，好吗？ 一样能照顾我，我也会照顾你。孟竹姐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答应我吧。我知道，我说的也是实话。玉林弟，你一身本领，如果你愿意留在寨子里，这里一定有很多姑娘要抢着嫁给你。孟竹姐，我不在乎你有孩子，相反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对待她。你相信我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 玉林弟，只是我离开寨子太多年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陪陪我阿爸，好好的。
我肚子里的孩子抚养成人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这样对我。我一个人很好。真的要自己过？不后悔？不后悔。劫的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我去看看。Thank you.
怎么回来了？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你别着急啊，等过段时间。这是炸弹吗，玉林哥？玉林哥，你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已经负了重伤，别再演了，劝你投降吧。投降？第七军万岁！林军长，你的绝命弹已经响不了了。我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抗争，也许给自己还能留条活路。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咱们还得小心点，恐怕伏兵。总头人，韩寨主，你们没事吧？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去哪儿啊？夫人，我没来得及通知您就擅自行动了，您惩罚我吧。什么情况？七彩去给您打野味的时候发现了林世奇。林世奇？对，林世奇他没有死，他就通知了我和穆医生，穆医生让七彩赶紧去找陶排长，然后我们三个会合又一起去抓了林世奇。抓到了吗？抓到了，他负隅顽抗，被我们当场击毙。立了这么大的功，奖励还来不及呢，哪会怪罪？起来吧。可是我刚才没有在夫人面前保护您，万一您出了什么事儿，我……你保护了整个石牌寨，比保护我要重要。来，起来吧。陶排长，刚才看你们草龙舞得不错呀。哎呀，我舞得不行，但是对不起狮子还没问题。